要再去上去，不好意思，他要爬到那个树枝上去。妈妈给你拍照好不好？这样站下去才能。不行，你转过来给妈妈看一下。你再给，哎，不要再过来，弟弟。为什么不能？你再过来了。你转过来给妈妈照。没有，给他这边有饼干，他上面有红萝卜，对。这么小都挑食。Gracias.